礼拜天早上的一个分享会的课程，今天非常开心来担任今天的主持人。我是来自台湾的萧彦辉 Gavin， 今天非常荣幸担任今天的主持人。我们都知道进入一个后疫情时代，发现了一个意外的商机和意外的收入，真正消费致富的 5G 时代已经来临了。未来三年，如果我们可以掌握这两个特点，我们就可以成为最大的赢家。第一个就是把健康当事业，第二个就是把消费当投资，利用时间为自己搭建一个财富管道，带来持续的收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非常欢迎我们请到台湾的宣城三钻来为我们讲解今天的凯莉的事业与商机。宣城三钻原本从事网络设计和平面设计的传统工作，在2014年因为妈妈的关系加入了组织行销的工作，也努力了八年成为钻石级总裁，成果丰硕。在2021年的三月底，因缘机会跟我们加拿大的 Grace 吴钻接触了，也遇上了 Grace 吴钻，开启了他另一篇的人生的机遇，也看懂了凯莉的五大亮点与市场价值，在短短的两个半月的时间就荣升了凯莉的一星钻石。他为何会放弃当时有月入百万的收入而进而华丽转身凯莉呢？让我们来了解他是如何看见与看重凯莉的商业价值。我们现在就欢迎我们的宣城三钻，来掌声欢迎宣城三钻。好，各位凯莉的家人伙伴大家早上好，都听得到声音吗？哎，可以。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台湾的台中，我姓高，我叫宣城。那我以前也是非常平凡的上班族，一直到2014年的时候呢，因为母亲的关系有机会加入组织行销。那在之前的平台服务了八年的时间，也是做一个大健康的产业。那也透由前平台的经验让我见证到唯有做组织才能人脉倍增，财富倍增。那因为我们一直在持续的下市场，所以我知道目前业界最新的一些商业资讯，那所以我们对趋势有一定的敏感度。就到去年的时候，去年三月有其他平台来找我谈合作，那我发现现在市场上有一支新的商品叫做 NMN， 那不下十间公司都在跟我谈 NMN， 每一家平台都很好，但是呢我没有听到一个非要不可的理由。那于是我在三月的时候呢，我自己上网跟我们加拿大 Grace 的吴钻联系上了，那了解说我们凯莉的趋势与商机。那我就是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做了完整的评估以后，毅然决然的转战平台。那今天呢就用一个上午的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到底凯莉跟其他平台的差异性。那我先看一下我的荧幕分享。好，那今天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美商凯莉哈。那首先呢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 NMN 哦。我们凯莉的主打商品也是 NMN， 就诚如我刚才所说的，目前现在市场上呢保健食品的新宠儿几乎都在推广 NMN， 而且几乎每一间来找我谈合作都会讲到几个人
比尔盖茨、巴菲特跟李嘉诚。我们知道这些世界级的首富全部都转战 NMN 大健康产业。那到底什么是 NMN 呢？我们先从左上角这一个大卫·辛克莱博士说起。他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是一位学者。他在2003年的时候呢，他从葡萄、蓝莓这些多酚类的水果里头发现了一种物质，叫做白藜芦醇，是一个非常高抗氧化的物质。从这个物质发现了以后呢，改变了保健食品业界的生态，从以前的膳食补充品，补钙、补 B 群、补卵磷脂，开始有细胞优化再生医学这个名词。那随着科技的发达，到2014年的时候，一样是大卫·辛克莱博士，他从这个洛梨花椰菜深绿色的蔬果里头发现了一种物质，叫做 NMN。 他发现这个 NMN 呢，吃进我们人体以后会转化为 NAD 加，所以它是NAD 加的前驱物。那 NAD 加呢，主要在我们的人体可以提供我们细胞粒线体能量。那什么是粒线体？我们一个细胞里面有1到2000个粒线体，那我们人类都是从细胞分裂而成的。那你一个细胞里面有1到2000个粒线体，它主要在细胞的功能是提供能量。那你想，如果你的细胞没有能量了，你的身体也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那并且呢，自由基就会开始攻击破坏你的细胞，造成你的 DNA 断裂受损。所以科学家已经发现，人之所以会老化，始于 DNA 没有能量了。那所以呢，科学家已经发现，原来我们补充 NMN 会转化为 NAD 加，那不但提供我们细胞粒线体能量，进而修补我们的 DNA， 还能激活7条长寿基因。15年前的白藜芦醇呢，激活1条长寿基因就风靡了全世界。现在的 NAD 加可以激活7条长寿基因，那有智慧的消费者当然会选择可以激活7条长寿基因的商品。就因为这个学术理论的发现，全世界的3大学术期刊 Nature Science Cell 还有这8位诺贝尔得主全部公开支持 NAD 加抗衰老理论。所以 NASA 宇航局也即将把 NMN 作为我们太空人修补 DNA 跟抗辐射的专案。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目前吃的是怎么多么高科技的商品，那就是因为这一件重大的发现，全世界的3大首富，比尔盖茨、巴菲特、李嘉诚，通通转战大健康产业 NMN 的市场。尤其李嘉诚在2017年的时候，斥资2400万的美金，委托美国一间公司帮他研发生产制造这一支商品，叫做 TRU， 在美国纳斯达克上柜香港屈臣氏上架，为李嘉诚赚了数10亿的美金。这一件事情，轰动了港台媒体，所以现在只要推广 NMN 的保健市场公司都会拿李嘉诚来打广告。那到底是哪一间公司被李嘉诚所青睐呢？就是美国这一家 Full Excelsior 这间公司。那为什么李嘉诚的商品会委托他研发生产呢？因为他在美国大有来头，他是美国综合实力排行榜前5大的保健保养品大厂，在美国美西洛杉矶有拥有自己15万英尺以上的厂房生产线，那他有自己的实验室跟科研团队。那他所研发生产的商品呢，是会放到好事多、沃尔玛、屈臣氏全球最大保健通路 GNC， 所以呢，他的年营收甚至超过4000万美元以上。那当我看到这一些文献报道的时候，我真的是为之惊艳了，因为人家李嘉诚是斥资2400万美金才有机会跟这么大的公司做合作。但是今天这一间公司的老板林博士，他的起心动念就是他帮这么多集团研发代工，
但是呢，有些公司为了压低成本，都不是使用纯天然的原物料，所以他于是认为跟他所学所想的不太一样，那他干脆自己出来开一个子公司，自己打一条通路。于是我们在去年2021年的1月开始有了子公司美商凯利 Calorie 的诞生。那我们可以从这一张的 DM 可以看到哈，李嘉诚这一支 TRU 跟我们美商凯利 Calorie 的 SODNMN 是同一个生产地址。那由此可证，我们是系出同门呐、啊，我们都是生出豪门哈。那所以当我看到这些资讯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未来15年的保健市场是 NMN 的天下。大家都拿李嘉诚来打广告，是不是就是在帮 Calorie 打广告？所以我看到这间公司的亮点啊、哦。那再来，我刚才有提到的，我们 4E 的老板林博士呢，因为他认为啊，我们的细胞应该要吃天然的保健食品，才能达到一个长期平衡共生，而且省下来的钱不是全部都被集团赚走，这样子社会的财富分配才能达到一个长期平衡共生。所以他经营的理念非常的简单，就叫做长期主义平衡共生。那秉持的这个理念呢，在去年的2021年1月全球正式开打18个国家。我当时也是因为看到18个国家居然没有台湾，我知道这个市场目前是空白的，我就要开始为人为土地了哈，我总不能等到它全台遍地开花了我才要来。于是呢，我就主动积极的跟我们 Grace 吴传联系上，那毅然决然的选择参加凯利哈，华丽转身转战凯利啊。那这个是我们的 Calorie 的老板，就是我们的创办人 Steve， 他是美国空军退役，他在这个核辐射工程环境学领域呢，将近有快要20年的经历。那他是一位电脑工程师，他跟我们的林博士呢，也是17年的异国兄弟，所以呢，他在电脑这一方面有他非常专业的领域啊。所以如果有使用过我们 Calorie 的后台，你会知道我们的后台系统非常的强大，支援多国语言，并且一张订单支援多张信用卡付款。就算你的信用卡余额不够啊，这一笔订单刷卡刷不过，他也不会跳订单，他也不会把你之前已付的金额去把它吃掉卡掉。那我觉得这个后台系统非常的强大，而且呢，我们在大陆的朋友呢是可以使用支付宝付款，那所获得的奖金可以转进银联卡里头，也是我目前在这个网络营销平台很罕见看到后台系统金流系统可以如此健全强大的一间公司哈。那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母公司 For Excelsior 的创办人，我们的林博士。那所以呢，我们的很多研发技术都是由我们母公司来承担哦。那我们林博士呢，他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化工高分子化工博士哦，他在膳食补充品的行业也将近20年的经历啊。那他帮众多公司研发生产商品，那尤其呢，他还帮这个好事多、沃尔玛、屈臣氏这些研发代工。那我们旗下的子公司有 Cost Fresh Golden， 那第四家就是我们美商凯利 Calorie 这间公司。所以呢，我们跟母公司 For Excelsior 是母子关系的垂直关系哈。那这个是我们在美国美西洛杉矶占地15万英尺以上的厂房生产线哈，占地比非常的大哈。那这个是我们的多媒体会客教室，我们的吴战也有在里面上课招商过哈，你可以在这里招商，也可以在这里洽谈。那这是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的研发室哈。那很少公司会提到实验室，是因为他们几乎都是委外代工，那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科研团队跟实验室，所以呢，我们可以不定时的推出新的商品来活络我们的市场。那这就是我们来自于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科学家为我们的商品哈研发跟把关，这都是他们实际工作的实景状况。那这是我们的生产线，我们的生产工厂跟无菌室哈，那还有我们的仓储。那我们的工厂拥有19项
国际权威性的认证，比如说 NSF 啊 CCOF 的有机认证、结石认证，还有我们的清真认证、阿拉认证，还有我们的 CGMP 的认证，都是非常在国际具有权威性的认证。那这个是我们子公司 Calorie 三大系统，我们有双链融合系统跟细胞健康系统，还有一个叫210奖励系统。那什么是双链融合系统呢？因为我们是一个产供销一条龙的公司，所以呢，我们是直接从产应链到供应链，直接工厂出货，中间不需要经过哦大盘、中盘、小盘的层层剥削，直接我们原物料大厂研发生产出货到我们末端消费者的手里。所以呢，因为中间不用经过这么多的生态链，所以我们这个也叫做短链供应，提供你最高 CP 值性价比的商品哈。那再来，这个就是我们的细胞健康管理系统，我们的主打商品 SODNMN。 刚才有跟各位提到什么是 NMN 哦，主要就是提供我们细胞立线体能量，进而修补我们的 DNA， 还能激活七条长寿基因。所以现在人类要活到150岁啊，即将不是梦想。那我们 Calorie 的 NMN 跟外面坊间的差异性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如果有拿到商品的伙伴就知道，我们的是精油瓶，坊间一般都是塑胶罐。那为什么我们使用这么高级的包装材精油瓶呢？因为精油瓶可以抗紫外线、抗光、抗氧化，确保你里面的商品比较不会变质。那当我收到 Calorie 的商品的时候，我从包装材我就可以知道一间公司老板的用心真的是不惜重本。那再来，我们每一支的瓶身上面都有这个防伪 QR code， 那 QR code 扫进去，它会告诉你这一批的认证批号，确保你买到的是美国公司正货。那我们可以从瓶身上面看到，我们有六大国际认证了。第一个，食品业界最高规格清真认证，也就是阿拉认证，它是代表里面不能含有猪制品，不能有酒精，不能使用动物大体，全部要符合伊斯兰教法规，代表世界上有17亿的回教徒人口都可以使用的一个保健食品。第二个认证叫做 Non-GMO 非转基因认证，我们有发现现在你去买东西，他会跟你强调豆腐、豆浆、大豆、玉米非基改的，因为呢现在有太多合成化工的加工食品，所以现在食安问题非常的严重。所以呢，我们还有这个非转基因认证，确保我们的都是自然加工而非基因培育的保健食品。再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第三个认证呢，叫做这个 vegan， 就是全素食认证，也就是我们里面不能含有任何动物来源，连蛋跟奶都没有。所以呢，非蛋奶素者哈，甚至是出家师傅都可以食用的一个全素食商品。那我们第四个呢，叫 Info Choice， 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徽章，它也是为国际奥委会检测奥运选手的食品、药品、膳食补充品有没有含违禁品。我们知道哈，奥运选手比赛要求的是公平公正性，所以呢，这个检测单位针对他们的所有的食品、膳食补充品检验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要知道，我们吃到是奥运选手检测等级的保健食品，所以不用担心里面有含辣椒素、胡椒素这些刺激物，甚至违禁品。所以呢，是家里的老人、小孩、孕妇都可以安心食用，非常的温和哈。那再来，我们另外一个认证叫CGMP， 我们这个 GMP 是从美国 FDA 食品药品控管之下所颁发的 CGMP 认证。那外面一般的工厂都只有 GMP， 我们为什么是 CGMP 呢？代表我们是符合目前时效法规最严谨的，代表我们的工厂、我们的生产的法规认证都是符合目前最严谨的时效法规，也是制药等级的规格来制造。那最
底下的 Made in USA， 代表我们全部美国原装生产进口制造，不假他国分装代工。所以当你收到 Carry 的 NMN 商品的时候呢，是目前业界最高级的精油瓶包装材，然后六大国际认证，还有我们的防伪 QR Code， 让我们在使用商品上面非常的安全无虞啊。那听起来这么高规格的商品呢，外面一般啊，一般外面都是卖到台币8000至12000，那我们 Carry 的 NMN 60颗居然只卖3000多块钱的台币，大概100多美金而已啊。为什么我们只有外面业界的三分之一价钱呢？就是因为我们产供销一条龙，所以我们可以拿到这么高 CP 值性价比的商品。那不是代表我们便宜就没好货啊，只有我们有提供第三方 Summit 实验室报告，报告结果显示我们是纯天然贝塔型的NMN， 精纯度高达 99.92%， 只要差 0.1%，在功效吸收度就差2到5倍。人家讲啊，黄金不过999纯金啊，我们是高达9992，比黄金还要纯的 NMN， 已经超越业界的顶级标准了，已经没有办法再更高了哈。所以呢，你吃到是最高 CP 值却是最便宜白菜价的 NMN 啊，真的要再给我们的林博士一个掌声哈。那再来呢，因为这一间公司它有自己的科研团队，于是我们在去年的7月7号横空出世这一支叫做 PQQ 氢气片哈。我们知道现在坊间非常流行喝水素水，那水素呢是什么？水素在日本话就是氢 H2。 我们知道氢是世界上最小的分子啊，它不需要任何的媒介载体呢，就可以穿透你的脑血屏障跟细胞膜。那氢它也是一个天然的抗氧化物，只是它跟我们一般的抗氧化物不一样，它有一个特性叫做靶向效果，它只会跟你有攻击性的自由基做结合，比如说过氧化物亚硝酸啊、羟自由基、过氧化氢 OH。 那我们知道 H2 碰到 OH 会变成H2O， 所以它会把你身体这些有攻击性的自由基随着尿液汗水代谢掉，所以是最天然无副作用的一种排毒方式哈。那一般我们坊间是使用这个氢氧机或者水素杯，它们都是需要插电的，使用的是一种质子交换膜技术，会有重金属残留的疑虑，而且呢一公升产生不到 3ppm 的氢，我们使用的是镁粉来制氢。那我们知道镁的燃点很低，遇到氧会爆炸，所以我们林博士呢在研发这支商品的时候甚至炸掉了一个厂房，真的是非常的辛苦。那我们使用的是国防等级高浓度防爆镁，那并且使用超临界厌氧防爆技术，让我们的镁丢到水里不会爆炸，并且呢一公升可以产生高达 11ppm 的氢哦，非常的不容易啊，是外面业界的4倍浓缩啊。一般我们外面听到的都不到 3ppm 哦，就要卖到 不便宜的价钱了。那我们这样子可以产生 11ppm 的氢。那我们知道制造氢气很简单，但是呢要留住氢气蛮困难的，因为它是最小的分子，非常容易的挥发跟串逃，所以呢当你把这个镁粉呢丢到我们的水里头，会产生大量的气泡，这叫微纳米气泡锁氢技术，把我们的氢锁在水里头高达4小时不挥发，也是日本要跟这间公司购买的专利，我们都不要贩卖啊。所以呢我们这一支氢的特性是什么？让你呢随时随地马上产生马上制造哦，浓度最高，业界浓度最高的氢气，那并且呢锁氢效果可以高达4个小时啊。那为什么我们用镁来制造氢气呢？因为啊镁是中枢神经不可或缺的微量元素，它可以修补我们的神经元，安定我们的脑神经。所以有蛮多伙伴说诶，他喝着这一杯，喝着喝着他发现呢他居然改善了他睡眠状况啊，可以深层入眠啊，这就是因为我们的镁粉的关系哈。那我们里面还额外添加了一个
物质叫做 PQQ、啊、在座的各位可能很少听到 PQQ， 但是呢你一定有听过牛樟芝啊。以前呢牛樟啊号称免疫之王啊，那我们科学家他已经从土壤植物的维生素衍生物里头发现了一种物质叫做 PQQ， 它可以刺激我们立腺体再生，那并且呢提高我们免疫系统的能力是高过牛樟芝的8到10倍，它还可以激活我们的长寿基因 CYP3， 那提升我们立腺体的功能跟我们的高抗发炎反应，所以呢我们的 PQQ 碰到 H2 的时候还可以产生协同效果，它可以启动我们的排毒枢纽 NRF2， 所以呢我们这一支商品啊真的是哈，你下市场非常很好开心门哈，开市场的一个敲门砖哈，所以因为是外面业界没有的特殊商品哈，这也是我个人团队哈非常销售非常好的一支商品哈，让你随时随地可以靶向排毒哈。那我们也知道过氧化物亚硝酸呢，它会把我们身体多余的血脂呢囤积在我们的血管里头呢，那囤积久了就可能会造成血栓，所以当 H2 跟我们过氧化物亚硝酸结合的时候，可以呢把我们的血脂代谢出去，所以我们这个水素水也号称是血管的清道夫。所以呢我们吴专常说啊，你有没有每天洗澡，你每天身体都会产生一些油垢污垢，我们会每天洗澡，那你体内的这些脏东西你如何把它洗掉，所以呢每天喝3杯哈，帮我们把体内做环保哈。那再来呢我们第三支商品就叫做脑力健 Lifespan 哈，这一支商品顾名思义哈就跟我们的大脑是有关系的，我们常听到银杏卵磷脂对大脑很好，但是因为它们的分子很大，没有经过生物科技的方式呢小分子纯化是没有办法穿透我们的脑血屏障，所以我们科学家已经用小分子纯化技术把卵磷脂里面有一种物质叫做 αGPC 提炼出来，这个 αGPC 呢它可以有效穿透我们的脑血屏障，那到我们大脑里面会转化为一种物质叫做乙烯胆碱。什么是乙烯胆碱？它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我们的大脑在思考呢，手脚在动作，嘴巴在讲话，都是必须靠这个神经传导物质来传递，那因为它会随着你的年纪增生浓度下降，所以呢你会发现哎，人怎么越老了反应越来越慢、哦、就是这样，那当我们的乙烯胆碱浓度下降的时候，它会从你大脑的细胞膜分泌出来剥削出来，这时候呢我们的大脑细胞膜受损以后就比较容易会发生脑部病变，比如说老人痴呆失智症帕金森氏症，所以呢我们现在已经从卵磷脂提炼 αGPC到我们穿透我们的脑血屏障进入我们大脑转化为这个乙烯胆碱神经传导物质，补充它的浓度来预防刚才这些大脑病变的状况，那我们里面不但有这个神经传导物质乙烯胆碱，我们还额外添加了目前业界的最高抗氧化剂，就是刚才跟大家提到的 NMN， 还有大家所熟知的白藜芦醇，那现在有第二代白藜芦醇叫紫檀起，它有更高的穿透性跟稳定性，可以提高它的生物利用率，再来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叫 EGCG 儿茶素，我们都知道哈，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呢，它呢对我们的这个抗老化抗氧化非常有帮助啊。那我们里面还添加了七黄素，它也是一种多酚类的物质啊，它可以呢促进我们大脑的记忆体跟我们的脑神经修复，那对这个认知能力都非常有的帮助，而且它还可以激活我们的长寿基因 CYP1、哦、所以我们这里面不但有提供你脑神经传导物质乙烯胆碱，它里面还有5种业界最高抗氧化剂、哦、NMN 白藜芦醇紫檀奇 EGCG 儿茶素跟七黄素，把我们大脑的自由基给代谢掉，不要攻击你的脑细胞。那我们这一支商品呢非常特殊啊，我们这一支商品是胶囊的，但是我们的胶囊不是普通的明胶胶囊，我们知道明胶胶囊是猪皮制造的，吃素食的人是没有办法食用的，我们的胶囊是从米麸提炼出来，而且呢是经过呢已经把这个麸质过敏原已经把它抽离掉的一个这个胶囊，
那我们的胶囊还使用特殊的技术，叫做长溶缓释胶囊，也就是说它是可以耐胃酸、抗霉解的。所以呢，如果你放在嘴巴里面，它是不容易化掉的，因为呢，它必须要抗胃酸、耐霉解，直达我们的小肠，小肠是碱性的，直达小肠它才会分解，它是遇碱才会分解。所以呢，在座的伙伴不要再把我们的胶囊剥开只吃里面的成分哈。很多人他对胶囊是排斥的，他会把我们的胶囊剥开，然后用吞的吞里面的粉，这样子呢，可能呢，没有经过我们这个特殊的长溶缓释胶囊的保护，那可能我们里面有些成分呢就会被酶解掉，或者被胃酸破坏掉，那这样子就非常的可惜哈。那我们知道呢，经过长溶缓释胶囊，我们的吸收度可以高达78以上哈，所以不要再把我们的胶囊剥离出来了哈。好。那再来下一支呢，我们的博士有讲哦，刚才前三支商品你没有使用的话，这一支商品你一定要用。这一支商品叫做什么？藻蓝益生菌。但是呢，它不是普通的益生菌哦，应该把它呢提升为叫做多抗免疫系统调节剂。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主要成分是来自于阿夸密冰岛无污染源的原生湖萃取的蓝绿螺旋藻。那我们知道以前光蓝绿螺旋藻就可以开一间直销公司啊。为什么蓝绿藻对我们人体这么好？因为我们里面有丰富的藻蓝蛋白，它是最有营养价值的蛋白质，可以调节我们 85% 的免疫能力。那我们知道大疫情时代啊，比的不是财力跟实力，比的是免疫力。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哈，全家每个人呢，每天都要吃1到2包啊。那再来呢，我们里面还有丰富的啊，我们从这个蓝绿螺旋藻里面还有提供丰富的人体所需的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 Omega 6，可以活化干细胞，里面还有72种的维生素矿物质，都是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啊。那我们不但有蓝绿螺旋藻藻蓝蛋白，我们还额外添加了超氧化物歧化酶叫 SOD。 我们其实商品有很多商品里面都有提供这个 SOD。 那什么叫做 SOD 呢？以前哈，日本的贵妇非常喜欢吃 SOD， 但是以前的技术呢只能从一些牛血啊所提炼出来，有这个素食者不能吃的问题。那我们是使用哈大西洋深海2100米的热泉萃取一种红藻，叫做嗜热藻，它可以耐高温400多度都还有活性。所以呢，我们的 SOD 是耐酸、耐碱、耐高温、超高活性的超氧化物歧化酶。那因为取得不易啊，所以听说它的成本1两比黄金还贵啊，所以它有一个美名，也号称叫深海软黄金。那我们这 SOD 呢，主要它是可以还原氧化应激作用。我们知道哈，铁氧化会生锈，苹果氧化会发黑，人活久了也会氧化，人一旦氧化就开始会老化，长黑斑、长细纹、长白发。所以呢，这个 SOD 超氧化物歧化酶，它是可以还原我们的氧化，让你逆龄回春20岁啊。那再来，我们还额外添加对人体有益的益生菌，高达11种的菌种，300亿的菌素啊。我们去坊间药局买啊，可能哈、哦、连8种都不到，但是 Calorie 居然放到11种的菌种。营养师有说，菌种多比菌素多重要，你不能只吃单一菌种没有效。那我们竟然放到11种，甚至都是有国际身份证的菌种，是非常贵的。很多益生菌哦，它可能号称8种，可是它有这个身份编码的可能不到3种，其他的菌种都是鱼目混珠啊。那我们是11种，都是有国际编码的，是高成本的益生菌菌种。那我们林博士竟然放到11种，甚至高达300亿的国际标准菌数量哈，在别人来讲是一支商品，对我们来讲只是成分之一。为什么有办法这样大量的给我们这么好的CP 值商品？就是因为
我们是产供销一条龙。那我们里面呢，不但有刚才提到的藻蓝益生菌啊 ，SOD 抗氧化物跟这个11种的益生菌，我们还额外添加维他命 D3 跟 K2。我们知道补充钙质啊，必须要靠维他命 D3 来合成，所以呢，维他命 D3 可以增加我们身体的骨密度。那所以对于这种骨质疏松啊，或者成长发育的小孩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们还额外添加维他命 K2 它是一种协同效果，它可以平衡我们血液的钙跟磷，它还可以平衡我们肠胃道的不适症状、啊、所以我们知道肠胃道好了，你的免疫系统呢，你的身体自然就会好。所以这一支来讲，我们简单来讲，它虽然叫做藻蓝益生菌，但是它应该要有一个更好的名字，叫多矿免疫系统调节剂、哦、那再来呢，这个是我个人呢、啊、最喜欢的商品啊，这叫什么？紫檀奇复活饮。我们可以看到哈、哦，目前业界这十来年哦，都非常流行这种太空包装哈、哦，携带方便哈、哦。那我们这个是使用太空包装悬浮凝胶吸收技术。那悬浮凝胶吸收技术呢，是口腔舌下吸收，3秒的含服哈、哦，就可以直达我们的血液细胞。那这一种吸收度只次于静脉注射。什么叫静脉注射？就是像吊点滴打针那一种才有办法100%吸收。我们已经做到口服吸收最高吸收度。那什么叫做紫檀奇？科学家从蓝莓果浆里面发现一种物质叫做紫檀奇。为什么号称它叫做二代白藜芦醇？因为它的分子结构跟第一代的白藜芦醇很雷同，只是它是经过甲基化作用的白藜芦醇，所以呢，它有更好的穿透性，它可以穿透我们脑血屏障 80%。 那以前的白藜芦醇只能穿透脑血屏障20多%，那我们这一支因为它分子结构不一样，所以呢，它停留在我们血液的血浆浓度是白藜芦醇的36倍以上，甚至有些文献报道是写超过40倍以上，因为稳定性够高，所以可以提高它的生物利用率。所以呢，以前我的客户他可能呢是急重症患者，他一天可能要吃到5-6袋的白藜芦醇才可以压抑他的一些不适症状，但是他现在吃这个紫檀奇啊，二代白藜芦醇，居然只要吃到2包就可以达到以前5-6包的效果啊，真的是不简单了。那我们里面呢，还有添加刚才所提到的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一包里面就高达2000IU 国际单位啊，真的是要给我们的林博士拍拍手。这么贵的成分，他居然真的下这么重的本啊。再来，我们还额外添加有机虾青素啊，伙伴常常问我虾青素。素里面有没有虾？我们这个虾青素呢，是雨林红疹热带雨林红球藻所提炼出来的一种藻类物质，它里面是没有虾的，它只有听有的是讲虾青素，有的是讲虾红素，那是针对它的颜色所命名的。那我们都知道虾青素虾红素对我们的眼睛心血管保护非常的有帮助。再来，我们还额外添加 β1316 葡聚糖，它是一个非常高抗发炎的成分、啊、我们都知道、哦、我们的身体细胞如果经过自由基的迫害攻击的时候，身体会产生发炎反应、哦、那可能会影响你的身体细胞健康跟代谢，所以呢，它还额外添加这个葡聚糖，让我们全身高抗发炎。那我们不但有这四大成分呢，我们还额外添加了10多种的全能免疫水果包，比如说蓝莓、葡萄、巴西紫莓、儿茶树、绿茶这一些多酚类的水果，那还有芦荟跟 EGCG 儿茶素，那我们还额外添加了枸杞啊，我们也知道枸杞对于眼睛的这些保护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还有添加玻尿酸哈，所以我也有伙伴说，哎，为什么凯莉的产品吃着吃着，她脸部的胶原蛋白都增生了哈，所以就知道这个是我们哈，真的是抗衰老哈，抗老化、抗发炎的养颜美容圣品哈，所以我常讲，我们这个也叫做细胞的防毒软体呀、啊，因为哈，我们知道现在的病毒啊也会升级，那是不是我们细胞的防毒软体也应该要升级啊？所以我现在都吃这个二代的白藜芦醇紫檀奇复活饮，来让我全身做到一个高抗发炎跟抗老化的修护。那
商品听起来那么好，人家会说你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们全商品进入美国医师药典 PDR， 这也是目前我在业界真的没有看到一间公司可以做到全商品通通进入美国医师药典 PDR。 什么叫做美国医师药典 PDR 呢？它在美国医学界是非常具有权威性的一本参考书，它是美国医生开处方前参考数据指南啊。那能够做到进入 PDR 必须要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它必须要真正有效，它是要有效性的。第二个，它是必须以药品的规格来制造。所以我们已经不再是一般的保健食品，我们不是用食品等级来制造，我们是用药品规格的等级，高规格来制造保健食品，所以真的是不简单。第三个，因为我们的都是天然性的，所以我们好分解好吸收，才能进入美国医师药典 PDR。 我们知道全世界能进入 PDR 的 NMN， 目前因为它是每年鞭策，只有九支进得了 PDR， Calorie 的就占两支，真的要给它一个掌声哈。那我们不但是 NMN 进 PDR， 我们是全商品通通进入美国医师药典 PDR， 所以呢，很多只要有护理背景、医学背景的伙伴们看到我们公司的商品居然是以进入 PDR 规格来制造，都毅然决然的直接毫不犹豫的马上入单。所以你看，我们吃到这么高规格的保健食品，但是林博士却给我们这么亲民的白菜价，并且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平台，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创造我们的财富自由。那这么好的商品呢，就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210奖励系统哈，我们有499、1099、2399跟2999四种美金入会方案。那如果选择499入会的人呢，公司会给你50美金的见面礼啊，1099给你150，2399给300，2999给500。所以呢，买越大套送越多，再加上呢，我们会不定时的推出一些优惠活动，还有额外的赠品哈，真的也是我在别间公司所没有看到的。以前经历过的一些平台呢，套组什么价钱就是拿多少的货，而没有再额外送这些礼券跟赠品哈。所以我们林博士真的是非常的大气啊。再来呢，如果你是499入会进来的人呢，你可以拥有两个半月的活药期。什么叫做活药期？就是以有领取奖金的资格。那1099的是5个月，239910个月，2999可以领1年啊。所以呢，一样要加盟这个生意啊，我们当然不要只领两个半月的钱，要领1年的钱，你就要用2999来加盟啊。那如果我今天推荐朋友499入会，我是有50美金的推广费用，1099150，2399有300，2999有500。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今天要下市场跟朋友做分享啊，当然我不要只领50嘛，我们当然是领500，是不是？所以你也是要推荐2999这一套。所以我常跟伙伴讲，今天不管你要消费还是你要做这个生意啊，我们的唯一首选都是2999这一套。不是说我们要朋友多花钱，是因为我们要帮朋友省钱，2999是最划算的套组。并且呢，2999加盟制进来，他领取奖金资格拉到最高，他拥有领取16层矩阵的资格跟时代的分销。那这个就跟后面制度有关哈。那我们下一页就跟大家分析一下 Calorie 210奖励系统的制度哈。我们的精髓叫做210，二就是双轨，一就是打单区，都可以上拼接，都可以领到奖金。零就是零分享，零推荐，都有机会因为消费而分红。那我们以前有经历过太阳制啊、矩阵制啊，到后来的有双轨制，是不是？那我们知道双轨制的优势是什么？无限代不封顶不归零，上线安置的都算，业绩共享，人脉堆叠啊。所以呢，在20年前啊，双轨啊造成业界的轰动啊。那我们之前也是双轨的受益者啊。那所以呢，在双轨我看到组织的魅力，倍增的魅力啊，大家一起业绩共享，团队是互助的。不像以前的太阳制，可能你跟你的螃蟹叫做竞争对手，但是做双轨因为垂直堆叠
结业绩共享，所以我们是互利共生啊，完全是不一样的意义啊。所以呢，这个双轨制它有它的绝对优势啊。那我们 Calorie 的精髓主轴一样是双轨制，有能力的伙伴呢，你一样是要打双区市场。那我们林博士非常的大爱，他知道啊，很多人啊在打一区市场的时候是不会有收入的，那很难撑过一年啊。我们以前做双轨常讲啊，一年打一边啊，三年金条堆满天啊，可是有人一年都撑不下去，因为他如果打单区市场没有产生碰举是不会有收入奖金的。但是我们林博士就想，那没关系，你先来打一区的市场，我照样让你领奖金，照样让你上聘阶。当时我们听到也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那打一区市场是怎么领奖金？以前我们必须一左一右要放两个伙伴才叫合格会员，但是 Calorie 的老板是说，你只要在你跟你介绍人的同一区公区介绍两个朋友啊，你就成为合格会员，并且开始领取奖金的资格。所以呢，你只要生两个小孩呢，你这个妈妈就可以开始领钱了。那当然这两个小孩你是你生的，依据他们买的大小单，你有50到500的推荐奖金不等哈。那你的小孩在生出来的小孩在别间平台是不会有其他奖金，只有业绩积分。但是在 Calorie 不一样、如果你的孩子生出来的第二代到第11代，这10代你会有他们推荐奖金的 5%。 如果你是2999大订单进来的人，你可以领到10代分销。那如果你是499小单进来的呢，代数就没有那么高，就只能领到4代的分销。所以当然我们要选择2999大订单进来，是这样的道理哈，领取奖金资格拉到最高。那这个是在你选择大单进来就可以领到10代的分销。那如果你在 Calorie 你是有聘阶，你可以领到这个拓展奖金，是无限代推荐奖金的差%，这个是非常的迷人的地方。刚才的分销奖金是你不需要有聘阶，你只要是大订单进来可以领2到11代推荐奖金的 5%。 那拓展奖金是你有聘阶，你可以领到无限代推荐奖金的差%。所以呢，如果你是上了一星董事，你有 5%，再加上刚才分销奖的 5%。 那如果你是升为二星董事，你是有 10%， 三星董事有 20%， 那一直到七星钻有 56%。 依照你的聘阶，聘阶越高%数越多，那这样子发下去公司可能会发报，所以我们这个叫做差%。也就是说，当你的直推轻推伙伴有人有上聘阶，那你跟他之间的%数就要相互的减掉，那这就是差%。也就是说，比如我是二星董事，我的伙伴上一星，那我本来是领取10%，那因为他上一星，5%被他领走，我就剩下5%。那我们光这个拓展奖金单笔奖金就可以让人月入百万啊，因为它是无限代，这非常的迷人啊。那因为我们的这个聘阶是不需要经过碰举考核，所以不会滑轨。那所以只要你有这个聘阶，你维持这个聘阶，你就领有这个差%，是非常的迷人的哈。那这个第五个业绩奖金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双轨奖金哈，1:2对碰，250碰500分。所以呢，你的小区只要有一笔订单，只要提供1/3的力气，就可以把全额奖金拿出来哈。那所以这个也是我们1:2的双轨的这个魅力哈、所以呢，你永远不用担心你大边的积分哈、累积在那，你就当做是定存。只要你开始发展你的小区，它会以3倍的速度加倍奉还，一碰$35啊，最高封顶4000局啊，也就是大概$140,000啊，非常的吸引人哈。好，那再来这个第六个对等奖金，也就是说你轻推延伸的伙伴，只要他们有一个业绩奖金$35的碰举，你就可以领取10代10%。
每一袋你都有10%，35元的10%就是3.5块。那这个袋数呢，也是依据你的聘阶来决定，聘阶越高，领的袋数越多哈。所以呢，在这里真的要鼓励所有伙伴一定要有聘阶啊。那在 Calorie 到底要怎么上聘阶呢？刚才我们的制度有讲，你只要推广2个人在公区，你就是合格会员。那你生的这2个小孩。如果出去生的子子孙孙在12代以内跟你有血缘关系的，你就成为一星董事。那如果12代内有20个子子孙孙，你就是2星董事，50个就是3星，那100个你就成为4星董事，以此类推。那我们公司有考量到只生2个小孩，要人家生到100个孙子，真的是不简单啊。所以公司帮我们的规划就是，哎，你上4星董事，你必须要生3个孩子啊，并且这3个孩子是有在生小孩、生孙子的哈。所以呢，这3个小孩他是合格的经销商，并且呢，帮你生了100个子子孙孙，你就成为我们的4星董事。所以以此类推呢，如果你要在 Calorie 上赚，你必须有3个小孩，他们是2星董事，并且帮你生了500个子子孙孙，你就荣登为我们的1星钻石。那上钻石要干嘛呢？可以领取世界分红3%，PV 加 CV 值的3%，每2个礼拜就分一份。我们一期哈是双周，1号到15号叫一期，16号到月底叫一期，所以呢，也就是1个月可以领到2份的世界分红啊。当你领到这一笔奖金啊，你这辈子要穷都很难啊，因为全世界的业绩不可能都是你做的，但是你居然可以领取全世界业绩的3%分红。那一赚领1个月领2份，2赚领4份，3赚领8份，以此类推啊。所以在这边一定要鼓励大家要多生小孩，多子多孙，你上钻的几率就非常的高啊。那领取世界分红的时候呢，你就家族翻身。那再来，我们第8个奖金叫做矩阵奖金，也就是我们2100的部分，真正的是造福到我们80%无推广行为的消费者。很多伙伴他进来可能呢只是捧个人情场，要不然就是体验一下商品，但是他还没有开始做分享这个动作，却有机会消费分红。因为我们主轴虽然是双轨制，但是我们后台系统还额外独立出来一个叫做矩阵制。那我们知道矩阵顾名思义就是第一层2人，第二层4人，第三层8人，2、4、8、16、2的裂变，最多公司让我们领到16层。那我们知道2的16次方加总起来会有13万人，那这些人排列在你底下是要干什么呢？只要你生的子子孙孙全部都会在你的矩阵之内，每一个人都提供3美金给你，最高封顶38万美金，月入1000万台币啊。所以呢，这个当你越早相信，你可能会在你介绍人矩阵第一个位置。那你的介绍人如果呢，他在介绍的伙伴安置下来3号4号就会滑落到你的底下，如果你福报福气好的话，那3号4号又是一个经营者，你就可以领取3号4号他们矩阵里面的3美金啊，不是你介绍的你都有机会消费而分红。那我们知道事业不是等待来的哈，人生哈是创造出来的辉煌啊，而不是等待出来的。所以呢，我们不要用等待的心态，等待上面安置下来，我们自己去创造我们的子子孙孙。所以当你越早相信，你会在第一号的位置，那你越早进来，你越早蒙福，因为你下面很多人会供3美金给你，这叫子孙满堂啊。那如果呢，你多怀疑一阵子，你排列到最底下的时候，你上面变很多人，这叫什么？祖宗满堂，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意义啊。所以我们要越早相信，越早进来加盟凯利，并且把这么好的资讯都分享给我们周遭的消费者跟伙伴们，让大家使用最高 CP 值的商品哈。那并且呢，可以透由我们210的奖励制度呢，在这里可以真正落实到消费分红，甚至是消费致富。所以呢，当天晚上我看到美商凯利的时候呢，我的心情非常的激动啊，因为我们知道那我们选择评估大概有几个面向要去考量，不外乎就是公司、产品跟制度。我看到公司
是美国前五大保健保养品出来哦，实力背景非常的坚强，并且它是好事多、沃尔玛、屈臣氏的供应商，它有握有丰富的研发能力跟经验。再来，它的商品全部进入美国医师药典 PDR， 真的是无人能比啊！当我只是一个消费者，我看到全商品有这么多项的国际认证，并且进入美国医师药典PDR， 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他？再来就是看制度了。我们知道走不走的久，其实要看我们的制度，付不付看制度嘛。所以当我看到210奖励系统的制度的时候，我看到天哪，但单边居然也可以上钻石，零碰可以领千万呢，真的让我觉得，我马上想到我所有跟随的伙伴终于有机会在这个平台可以成功了。人家讲啊，如果组织行销是造梦的平台，真的唯有在美商凯利可以让你梦想成真。所以呢，当我看到公司产品制度方方面面缺一不可，再就是进场的时间点了。当我看到全球2021年1月目前18个国家没有台湾，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临了。我们经营者看的是一个进场的时间点跟趋势，所以当我评估这间公司这么多方面都是有这个脱颖而出的条件的时候，我要赶快把握机会，掌握机会，因为我知道机会不会等待的啊。所以呢，人家常讲一波趋势的来临啊，就会造就一波大富翁。单轨上转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产供销一条龙的时代已经来临了。重点，你有没有站在趋势的前端啊？是不是市场上缺的永远不是机会，缺的是你有没有掌握机会的胆识跟眼光？常常有人机会摆在面前，他也看不懂啊，是不是？所以呢，当我看到 Calorie 的时候，我知道我要掌握机会，把握机会，并且把这么好的机会分享我的给我的朋友。人家常讲啊，60年前有安利啊，那是太阳制，到后来有那个美乐家的矩阵制，2000年有 USANA 美安的双轨制，制度只会越来越人性化。现在已经2022年了，又过一个20年了，单轨的时代已经来临了。你有没有掌握趋势，把握趋势？所以我常说60年前有安利，我们叫做生不逢时啊。60年后在你有生之年遇到凯利，你绝对要掌握机会，把握机会，因为如果你错过这次财富的盛宴，你可能要再等20年啊。以上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哇，非常好，非常感谢这个宣程的精准到位的说明。哎，有听到声音吗？有哈。好，非常感谢宣程三段，太好了。哇，你讲的太精辟，精辟的解说。哦，三段的独特的分析跟见解，我想给大家对于凯利的商业机会跟凯利的价值跟趋势一定有一程度的了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邀请三位嘉宾来帮我们分享一下在使用凯利产品跟凯利商机的看见。那我们第一位呢，要邀请的是来自台湾的许宁恩小姐，她是一位斜杠青年代表。从大学时代呢，他就开始有生意头脑，从事网络代购赚钱了。目前在房地产公司担任店长，他的月收入也高达六位数字哦。为什么还要经营凯利呢？是什么原因让他想选择凯利？那我们就请我们的青年代表，我们请宁恩小姐来为我们分享。来，欢迎宁恩。Hello。有声音吗 ？Hello，OK，Hello，、okay. 各位线上的伙伴，各位好，我是宁恩，我来自台湾的高雄。那就如同刚刚萧主持人讲的，我现在目前是从事房地产业界的店长。那其实呢，我从大学时期的时候跟大家分享，我就是没有做过正常的工作。什么是正常工作？其实我都是选择业务性质的工作。那为什么我会想要选择业务性质的工作呢？因为我会发现说，今天我要做的行业，其实我要踩在趋势上。所以我在大学时期，我就开始做了网拍，我来做了一个网络代购。那其实当时也让我赚取了不少的一个零用钱。那其实我发现说，从那时候开始，我会发现，其实我要做的行业，我一定要踩在趋势上。
因为我踩在趋势上可以省去我很多的时间。那目前我在房地产业界担任店长，我有六位数的一个月收入，但是为什么我还想要加入凯蒂这个事业呢？其实我会发现说，凯蒂事业我评估了三个点让我吸引我进来。那第一个点呢，我会发现说，其实凯蒂事业跟传统的行业是完全不一样的。传统行业呢，其实就算我是高收入，但是我是无法累积我的收入的。那你想哦，房地产行业我们大家是不知道说，虽然我们可以赚非常多的钱，可是我们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其实是非常的高的。我们的时间就是客人的时间，所以其实我们要陆陆续续一直配合的客人。那你想，凯蒂事业是让我们去架构一个连锁通路，这个连锁通路其实就好比说我们现在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Seven 或者是星巴克，他们都是一个架构一个持续的一个连锁网店的一个通路系统，让我们之后可以越赚钱是不是越轻松。所以其实我会发现说，凯蒂事业它的一个组织架构其实最重要的核心在这里。那第二点呢，其实我会去评估一间公司的产品，这个产品呢并非我自己喜不喜欢，我本身是年轻人，其实你讲健康产业对我来说，我会觉得不是我首要需要的东西。但是以市场概括来看，你会发现说整个市场对于健康产业、美的产业其实是非常有需要的。所以你今天要做一个市场的话，其实是要评估说在这个趋势上你的产品有没有竞争力。那第三点呢，其实我会看到就是说，凯蒂这个事业，因为它目前为止在台湾的市场还是非常的一片空白。其实我就套用我的自己的行业来说，房地产行业大家一定有听过从化区。为什么从化区人家说闭着眼睛买都会赚钱？因为从化区我们会去评估它的一个重大建设、生活机能、周边等等的东西。那一间公司我值不值得投资，其实就像从化区我值不值得投资一样。那刚刚如同刚刚我们的一个宣城姐讲解了非常多的凯蒂的公司产品制度，你会发现说它是一个非常强大有后盾的公司。那你想哦，一间公司它是一个潜力股的话，愿不愿意投资其实就是看我们自己个人给不给自己一个机会。那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年轻人，我一直都把凯蒂事业当成我的一个副业跟备胎，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未来的事情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也有很多事情想要自己去做，但是我不想要因为我的工作而不能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东西。所以其实如果说我可以在生活上我可以架构我的一个持续被动收入的话，其实我会发现说凯蒂事业是一个非常适合不管说是年轻人、中年人，甚至说我的妈妈那个年代的人，他都非常适合把它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的一部分，自己去架构一个被动收入。所以现场的伙伴，如果你今天听完凯蒂这